我的创作素材都是基于我的家乡山水。家乡情节一直是从少年到暮年，经过漫长的人生，我都没有改变。我是在上中学初一时候，因为我被大家选为美术课代表，当我把老师的教案的繁画挂上的时候，我眼前一亮。这幅画就是当年我上课挂的画，当美术课代表的时候挂的画。就那个时候，就那么一瞬间，就立定了我终生的为他而努力，为他而拼搏的这么一个爱好。因为那时候呢，对于那个毛笔的大小，毛笔的特点都没有掌握。我家里的条件呢，整个的一个房子也就15平方米，我们家里头7口人在里边生活。我就在那一个小饭桌子上，那么第一张我临摹这，我觉得很用心了，啊，用心的去体悟老师的笔墨精神。临摹了一个月，拿去老师，老师看了画之后，你这张纸花多少钱买的？我说花了1元5毛钱。哎呀，你这张画还卖不着这张纸钱。我当时听了之后吧，那脸都没地方放。但后来呢，我又画了几幅之后呢，老师说你画进步很快。那么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理解老师所批评的，实际是一种激励。这就是初心的时候，到笃定恒心，到坚持不懈。写生是创作的必然手段，如果没有好的写生，他肯定画不出来生动的画。那么我去黄河去写生的时候，面对着黄河奔腾咆哮的这种气势，黄河之心就寄托着我日思夜想的对黄河的那种情愫，汹涌澎湃的瀑布，还有奔流而去的那种源远流长那种感觉，这个构图画面上很难驾驭，所以我就调动到中国画闪点透视，我用相机的手段来强化每一个局部的效果和描写的时候，那么我就分段来看，完了我一块儿组合，
就完成了我的构想，画上了黄河之心。哦，画黄河摔下来两回，仰面朝天摔了。啊，哎，老头还一言健在。虽然我走遍了三山五岳，但是那些名山大川呢，只能是感悟，感悟天地之大，山河之壮美。但是作为创作来讲，把它画到纸面上来讲，还是我家乡的山水，土山土水最入画。初春冬末，这时候，啊，画的山水最能有诗意，所以我创作的抒写就是依据于我家乡的山水。表达春天来了，河已经开化了，大地一片苏醒。象征到我们国家从政治经济到文化，从老百姓那种最朴素的心理对生活的渴望，一切都在苏醒。整个来说，就是要表现那个历史时期充满着希望的民族开始萌发了新生力量。我们没有去画大江大河，画我们的东北的小河，山里头积雪开始化，像睡醒觉一样刚刚苏醒。为了表现山水更有新意，更能够从传统这个笔墨技法，传统的审美能够有进一步，这时候我们进行尝试，创造了一种冰裂温存，就像那个冬天那些薄冰扔块石头上一炸啊，它炸裂纹理很自然。家乡的山水寄托我绘画的灵性。我这个园子里头亲手种植了很多北方的茅草，这些茅草就是我在创作时候最基本的源泉。我画苍茫白鹭，就是在一片的茅草当中啊，产生一种创作灵感。这种植物非常的美，点上那个白花呢，在空中舞啊飘舞的时候，像一面面旌旗在那飘，风吹，很有动势。中国人自古就崇拜老虎，虎虎生威，生龙活虎。老虎是力量、勇气的象征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，我来到了牡丹江市东北虎林园，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老虎在自然环境当中去生存。它和笼子里头的老虎还不一样。我那时候就开始下定决心，对老虎一定要认真地去捕捉它的精气神。像老虎这个题材，千百年来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代表人物。画这个题材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怎么画也没跳出来他们那个圈子，无论是动势也好啊，色彩也好啊，
一幅画面的整体的感觉，哎呀，这很难。后来我就在研究虎文化，虎它作为一个兽性，但是在它那个兽性的那个圈子里头，它也有夫妻之爱，也有舐犊之情，这是我们没有理解它那个精神世界。后来我就在读研究虎文化的时候，我突然就好像是悟彻了，我就用人的思维去感悟，去体验虎的行为。那么画出来之后，就打破了过去那种城市化，创造出一种拟人化的表达虎的境意境的这些作品的时候，就获得了新的体会，新的成果。邮票呢，不能像绘画这样去写实，还带有一定的装饰味儿。画的时候呢，笔法要简一点，不要就层次多了。我也吸收了很多民间的东西，是一种生机勃勃的、昂扬向、充满了力量的这种意象。中华民族，芸芸众生都能够吉祥如意，生活美好。从我第一张画到现在，画了整整60年，有一半时间是在画山水和花卉，另一半时间是在画虎，就把山水的技法又融入了老虎当中，所以我就得心应手，我不觉得很累。那么画老虎，我最感动的还是我的天地玄黄。这是我倾注的心灵去画，因为这个时候人生已经到了暮年，经历的事情很多，包括家庭的事情，亲人的离去，这时候，哎呀，对心灵的冲击打击太大了。我在画的老虎，他的眼神是很冷静的。